如果你贪快的话就会这样。但是如果你想呢可以好少少的话，如果你是一个普通赛车手的话，你可能会这样。如果你是 Sebastian Vettel 的话，你肯定会是这样。但是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就会这样可能。而且如果你想呢有个好起步，而且你想好像我的话，你真的一定要这样看看。